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玉清之主来临，敬业天尊玉清殿地狱级任务，地狱级任务，就是对，要吃石头的任务。哦，可以看到我这样使用的是一个死亡队，哦，死亡队不是死掉那个死亡啊，是史莱姆王的死亡啊。哎，首先吃石头。哦，然后再来就是至少撑的这个是三回合。哦，为什么撑三回合呢？哦，因为我们是水压，哦，水压。哦，像目前的话不用，新珠够两串的话就不用急着转。刚好像搞错了，不是急着转，是根本没得转。哦，一样两串星。哦，有那只鸭子的话 ，CD 三之后就稳定性就会出来。像现在我们又是两串星的。好，接下来就靠这两只了，互相 cover， 好，互相 cover。给他全体攻击一下，因为心脏不太够。我不太喜欢啊，因为右边那只的扣血扣很重。好，总之我们先 K 掉一只再说啊。我打人只有三 combo， 有点小危险哦。那个谁做不做圈底，是因为我不想伤害到右边那只可爱的小猫。我尽量九回合把它弄出来，不过这个是有点难度的。因为你攻击的时候，回复的时候就会顺便攻击到它。所以像这样满血的话，就可以做这样的动作。蛮漫长的量，好吧，等一下吧。哇，太大力了！再见吧，宝贝。好，这样我们家闪光没听到，没事。现在就是流星珠，啊，三回合哈，一样流星珠。哦，由于我这样的组队会有个小小的风险，是说我有带双子，哦，其他关卡好过，可是遇到神类伤害提升，这打就特别痛了，哦，打就特别痛了。哦，因为我带了欧比跟双子，哦，所以打会蛮扣蛮多血的。哦，两串星这个要记得。哦，至少回一半了。哦，有点风险，没把握住，跳一下，给他跳一下。哦，女王跳起来了。这时候就是我们猖狂，不能说猖狂，就是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时候了。哦，基本上三 combo 就可以解决了。
哦，三缸过。当然我不是故意示范的，因为真的是转不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请您转出多多包涵，请您转出多多包涵。哦，女王跳起来了，接下来就是精力输出就对了，其他就不用想那么多了。我赚的是笨赚心啊，刚进去一场是赚心，没办法，这个这种对玩赚心也真是技术的问题。因为也是迟钝一下，总是建议大家先把心技术收起来再做，哦，康博术再去补，这样没有用。像我现在先把心术弄出来，再去补看过去，安全性就好很多。第一局任务想要临时通关，越是注意的话越容易失误，倒是真的，这个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。你转出就没办法顺着一直乱转乱转。哦，卡西没关系。把新珠先弄起来，再去凑你的康博数，就不用担心卡不卡不卡新的问题。像现在新珠离比较远，如果没把握的话是可以开一下，我是这样建议。反正我们上三短金了，不用担心没有转金。然后这边是无鼠盾，哦，无鼠盾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小技巧吧。哦，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转新珠，哦，看一下我们现在有没有无鼠呢？哦，有没有？如果眼睛够力，可以看到，其实我只有转新珠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无鼠盾全部都破解掉了。哦，所以刚那一关的话，简单来讲就是你只要转新珠就可以了，所以不用那么把自己逼得那么紧这样。哦，算是一个小技巧，哦，应该还是有人会不知道啦，欸，因为我刚刚才知道，哦，我刚刚才知道。哦，这个六 combo 这个对我来讲，平均转珠就是我大概三到五，哦，我尽力的好不好？开始这个这边也是不能断心的，所以优先就是三康博先做出来，再去凑你的六康博。哦，三康博含心珠哦，三康博含心珠，哦，要断心了没关系，我们木珠非常多，转一下木哈。
个就是新珠先抽出来再说。其他对。好，平民转出三到五来，那个只要其实我做五 combo 的话，其他天降其实还 OK 啦。但是没有办法。这一关可能会卡蛮久的。哦，因为本身现在都是被攻而已，被攻击力也没有说很够了。天降一个没有，没有就没办法喽。压斩的跳，是一样的意思，那我选择这个。好，为什么选择这个双子？因为它攻击力比较大，我的血比较多。哪一个？没有。这关我卡的可久了。搞不好这关玩一玩比王冠还拖得更久。哦，路径可能如果没把握的。大大门可能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关这关会拖太久。哦，刚刚新出差没转到，往往都是看 A 就会漏掉 B 啊，通常是这种状况。哦，死亡金跳起来了，所以可以开一下。再来一个，不给，不给，我们自己转好不好？我也想，可是转不到。真的就是这样。太危险了，先转新珠把转过来。不要冒那个太大的风险。总之，保命第一，攻击第二，就是这样。
鸭子的话 CD 跳很快，所以刻画尽量转是无所谓。差点没把那个心机差点转不过来。这血量只有86万而已，没有消到多康博，这样耗下去还耗蛮久。好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差一点点。哦，像现在这个蛮多的话，我是选择这样了。哦，要使用这一对，关键就是不能手残。再来一个，漂亮。再见吧，还没死吗？哦，死了，终于过了。哦，然后这个是现强化福斯顿。哦，强化福斯顿 OK 了，我们就尽量主心都是用磕的就好了。哦，当然是尽量了。两康，哦，因为他打我们只有4000多滴，所以是可以慢慢打，没错。但是我建议还是不要断气哦，这个因为我不想要下一关的 CD 要重新出之类的。哦，女王有的话 CD 就让保留。速度不够快。有点卡卡的。那我们就来自创新强扶持吧。这时候双子的优势就可以出来了。啊，每回合留个一颗就 OK 了。好像防御率多少啊？380而已，打起来没什么感觉。算了，习惯失败就不要了。这时候我们就是静静期待，等双子的技能再跳起来好了，这样是比较快一点啊。
爆发就是尽量靠这个，就是史莱姆。好卡心。哦，所以王冠搞不好打起来还真的是比较快，因为这些其他关卡都有一个条件限制。哦，当然我说比较快不一定是怎么快了，搞不好死的比较快。好的，星珠蛮远的，我就转一下。好，然后现在就做五连的那个星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强星可以用了，再组一个强星。哦，这种 combo 速才快嘛。刚有点卡住，就直接设计掉康博士。当然，我们转信的时候也是可以的话，尽量是，我在干嘛？我是尽量转五连啊。这样你可以累积，让你的强心又会再度出现。继续转，所以带双子就是这个好处啊。装傻嘛！
讲话好像转比较顺了，不行啊，我要讲解一下，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是通关的一个方式，不讲就没有意义了，是吧？是还蛮耗时间的，不晓得跟吕布比起来，哦，这个非常运气很好，戳开的 CD。哦，这个打法就是也是跟刚才一样，反正就是保持不断心。哦，两只分开打。哦，两只分开打。给我看一下。有时候全体攻击也是 OK 啦，最后两只 要一起解决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继承，它继承对方的攻击力、血量，还有那个攻击力、血量、防御力，哎，然后又补满，哦，这个就头大了。因为我是希望一次就过了，不想打到两次去，太累了。再开，哦，鸭子就尽量开就对了。不要断心，没把握就是心先转出来，像我这样的心先转出来再说，然后尽量不要再靠近那个区域，因为有些时候不小心顺顺的在转的时候就会去动到那边。哦，这个水压我是能用就尽量用就对了，因为它吸力真的是很快啊。像刚那个血转的部分是比较不建议的，哦，血转往往都是我狙击的要点，可是那个是习惯性动作，有点难控制。
如果不是星珠的话，血转就还 OK。 刚博刚都是比较危险。 当然，如果你能抱着平常心去转，可能会转比较顺一点啊。只是说这个比较难。好像刚刚就我就不选择斜转，因为安全起见。 血量自己要控制好，这个就没办法再另外这个怎么讲，那个没办法分析一下。血量要自己抓一下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人家左边就可以了。哎呦喂，太刺激了吧！我不想再打一次。好好，不错不错。 差不多了，我们先指定 CP 一的打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它会继承，两只要一起 K 掉。既然两只要一起 K 掉，我们就选择这个是鸭子开。好，再打一下下。
再打一下下好了，希望是不会太大力。OK OK， 这个血量 OK， 两回合还是要开啦，不开双子这样太危险了。然后死亡镜大绝开，全体攻击就可以了，大概就好了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新珠主要是要先消到，因为我叠的没有很好，所以新珠一定要消到，这是重点。因为新珠消到攻击力才够啊。哦，那就不用再打一次了。哦，再打一次，它的血量。欸，跟王差不多吧，跟尾王差不多。这一只还 OK， 好，哦，不要断心就好了。这只算是我们的暖身操吧，打王之前的暖身操。一两次被锁住哦，那两只，因为它会锁神族的技能。哦，所以转身只剩下两只而已。哦，不过没关系，它 CD 够长。哦，断气没关系，我们开压制器。它吸力很伤啊，所以不用担心了，啊。反倒是比较担心的是卡心的问题，啊，就是你断心的精灵女王的吸力可能就断掉了。哦，现在就是卡心的状态了，那所以还是要开喽。没错，就是要开。哎，靠，差点把自己弄死。刚没转到心眼，太可怕。要是尾王刚刚那样，我已经GG了。我现在是比较担心尾王啊，两秒转出，所以全民转出的我有点压力。我靠，手残，所以把自己弄到断气。掉星吧，掉宅一个宅客，我靠！没关系，我们有很多颗哈，我们跟他耗一下回合数这样。哦，这个要留心，要留下来。好，哦，记得尾王没有时间让你这样慢慢慢慢慢慢转，慢慢考虑，两秒而已，两秒，你就把它当成双狼哦，双月狼，哎。日月双狼，哦，那个我故意把一个星留下来，那下位我还多一颗星可以用。
欧王的话是有点容错率，那伤害只有8320，这二七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活下来的。哦，当然我们不能这样想，你这样想就会这样狙。好像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过三系的威力攻击实在是太多了。哦，这个跳起来就多按几下，按到你觉得足够为止。关算是这个队伍最没压力的一队了，最没压力的一关了。五九多少哦？五九二多，所以两西王还是可以撑一下。哦，这时候我都习惯转一下这样。虽然说弹面上心足够了，只是。我觉得说反正压制跳的话，而且有可能幸运一下，所以都会直接点下去。现在感觉五秒还蛮幸福的，因为我等下想到两秒，我就开始头痛了。像这个时候，如果要真的要用五秒的话，我可能没办法转啊，两秒啊，不是五秒。而且这一关的话，你可以先稍微预习一下你的 combo 数，看看是不是足够了。看起来我是不太足够啊。跳，再来。终于来到尾王了。哦，最紧张的关卡来了。哦，两秒转珠，先开再说，因为我觉得新珠有点远。我们可以慢慢来，没关系啊。先试一下他扛不住，这才刚讲完，我的心术怎么离那么远啊？嗯，头痛，转一下。看来平民转出三C是跑不掉了，全靠转心筒撑一下这样。靠，自己把自己的 combo 切开。
下哦。我靠，两 combo， 太刺激了！先压一下，这边已经 combo 了。真的是三 combo 在火的、欸。对于平民来，平民转租来讲，最困难的莫过于路，莫过于此了。鸭仔没跳，好吧，等一下这个朱雀。真是不够用。这时候我就想唱周杰伦的一首歌，给我一首呗。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？对，一首歌一首歌唱完了，都已经王都已经死掉了。一首歌，哇，两 combo， 太刺激了！好吧，稳定三 C 就好了。这时候离太远了，实在没往我开下去了。天降星座，是没有让你出错的机会啊！但是要转之前，真的是建议大家先看一下。像目前这三颗的话，这个我就不好转了。哦，这个我们压着一样照开。哦，这边三颗就有了，我就不用再担心了。哇，差一点点，没关系，天降了，掉下来就好。好像这时候离蛮远，我也不建议直接那个，一样是那个开转星。二四六，我们开这个。看一下哦，好，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开一下，的话，绕过来有点来不及。
哦，我思考一下哈，各位可能要等我一下。哦，这条比较安全。跳，不跳了。来不及、哦、当然我这样的速度可以过，我相信你们应该也可以过关的、哦、1 2 3 4 6 7 2 4，来这都转窗死。哦，那心都快断快断了，什么刺激的？哦，死亡又快好了。哎、欸，关心，好吧，死亡再出动一下好了。就是比较怕卡星啊，像现在这样对我而言就算是卡星了，因为转出速度没有那么快。思考一下哦，不行，手速没那么快就不要拼了。留点心给我哦，还是给我心吧，别这样吧，三转心都要搞死我。我心会不会离太远啊？因为消的不够多的话，你的心。新珠就会跟着就会卡新珠了，这是必然的。哎呀，我的新珠，我的新珠，哎呀，我的新珠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。怎么看都走三杠佛，因为我现在就是把它当日月狼在转的。这一次是很关键的时刻，可能会锯掉，因为心珠不够多，我不想现在开啊，开之后四个都可以转而已。过去，哼，还是很少心珠，这都太远了，一定要开了。我看到他们两个同时跳起来，我的心里有多么雀跃，你们知道吗？
转一下，这都是好机会，就不要浪费掉了。手速转不快，没办法，转一下行。哦，当然，大家手速快，康博就尽量做，当然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因为我手速不够快，康博做不高，风险就变大。靠，我的木珠没削到。哦，其实主要的我们的关键卡片是这只鸭，那 CD3 就可以把我拉回来。哦，像现在太远了，我就会开一个这个是朱雀五颗，五颗会产生在一个金墙也 OK。哦，这时候我完全没有用斜转，就是没把握就不要做，真的，因为风险太大了，斜转这个时候风险太大了。哦，SM王可以像这时候这样开。哦，你可以看到我的打法是属于比较保险性的一个方式。哦，总之不断心的话就不会 GG 了。哇，这个心会不会厉害？实在真的离得蛮远，跳不跳也没关系。哇，我的心珠光速开下去了。这个的话我看一下，拉过来拉过去拉过来拉过去再转这边。哦，已经一半的血量了，一半的血量。再加油，再加油！连在一起？没有，没有连在一起。重点是要做出三康博就没问题了，只是不过我现在好像找不到三康博的路径。怎么珠子都离那么远啊？这还有一回合，不行，我还是要找一下。不能这么快把转星用掉，因为台上一二三四六颗星哎，这样就用掉太浪费了。
两张佛，三张佛，哦，好，再来。两张佛是还可以活下来的，但是不建议这样玩。还是两康博的路径。嗯，思考一下。哎呀，再来，哎呀，好、哦，非常好。我就喜欢这只鸭，就是不是没有道理。哦，两康博没有，因为王打的血量还没有那么高，但是尽量不要这样做，因为你康博做不上去的话，你消的猪变少，你就很容易卡住。哦，再接再厉，再接再厉。我可以看到我都是来不及的一个状态。呀呀，没有跳了，他就觉得说你在那一直念，我真的觉得好烦了、啊。嗯，有点卡到了哈、哦，2425都一样，所以我们转这个是双子，只好谨慎一点哦，因为只剩下一只转星虫。问题他转的不是很，位置也不是很好的哦。哎，这个暗处差点就越过。然后目标尽量四康博，我就觉得四康博就差不多了。因为四康博你落下的猪会掉星猪几率就提升了，哦，死亡。哦，你可以看到我都一定是先把星猪拉下来，哦，因为我怕忘记了。哦，加油加油，一半哦，哎，刚好像就一半了，一半再多一点了，现在。只要位置不要太鸡排的话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来不及，我看到。哎呀，跳！啊，不跳了，他现在不听话了。两康宝，其实玩到后来会有点疲乏，是真的。我靠！我靠！我的一康宝太刺激了。2468，2467，转这个。太刺激了吧！
哦，太刺激了，这个压力是还蛮莫名的大的这样。整场都属于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，有没有？我靠，我怎么下了两组星啊？我留两颗星 ，OK。比较不至于说会卡星之类的问题发生之类的。哎呦喂，吓我一跳哦，差点把它血转下去。哦，这个180万果然不是盖的，打得我手好酸哦。加持，所以有这只 CD3 的鸭子，稳定性真的是差很多啊。没有的话，就是风险会差蛮多的。拉不上去。八进旗舰，我们找三康姆的路，是找到三康姆的路线就对了。有点远哎，看一下这个路径应该是可以接受。比如说斜眼要瞄一下那个计量表，自己抓一下，觉得不能停掉。死生活撑撑到丫丫跳起来，果然是丫丫，我喜欢。哦，一样，这个留两颗星珠。
简直是抓痒啊！哈，丫丫再来。哇，哦，一颗星都没有，这屌了！这时候我可能会开这个朱雀，哦，因为木珠蛮多的。天降星不给星，然后就我们也回家呀，哎呀，少一 combo， 这个手速的问题，哦，现在有点危险了，这个双爪要开了。我靠！我交到两组星了。太刺激了。哇，交那么多星，感谢感谢。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快了，快了！哇，都快断了，跳一下吧，丫丫，还不跳啊？跳起来了哈！好，一样。好，那两个水珠没消到，不要卡心，哎，这样就是卡心，对我而言这样就是卡心，因为心太硬。哇，太远了吧！啊，急不得，急不得！我刚刚有点急了，说真的，想要赶快结束。虽然说新出很多，可是好像都是新出比较，没有一个我比较能够消 combo 的感觉。
梁康峰太刺激了，我的心脏我自己都快停了这样。哦，这时候离蛮远的，压压看一下。死亡再一次的话，应该就可以了。搞不好死亡不用出马了，我在想。嘿，哦哦 ，yes， 哦，这个哦非常艰辛的，这个是多久？一个小时十七分钟的这个奋战，啊，终于 kill 掉了。来看一下。这个三清祖师元始天尊，所有符石转为水符石，这个配合西亚队还蛮好用的。哦，刚好我有一个就是水西亚的账号，哦，其他的水队还 OK， 哦，建议大家打一张啊，因为这蜂王，那个不是蜂王，第一级的关卡还都蛮值得拿的。哦，以上这个辛苦的打法，给大家参考看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